上单这个剑魔就是毒剂，对自己非常的自信。毒剂今天选了三把剑魔了，我记得他选了剑姬之类的，感觉都没打出效果，但这个剑魔上把确实还可以啊。对，一把比一把好。这波皇子到六级了，有没有 timing 呢？大招上面直接开起来了，狂吸血，剑魔也开大招，两边互相对吸，开炸，但是 EQ 闪想预判 闪，他想预判闪，来这个位置能杀死吗？再 Q 一下，往后 Q， 想操作，毒剂操作出来了，但是最后被换掉。但是我只能说这波顺飞的思路有点超前，但没有拿到实际的效果。小动吗？柚子刚好到达六级，开了一波青蛙，自己先打出一个、这个位置有点差，但是配合吸回来了一个 ADC。哇、哦，这波是把 EZ 直接吸了回来，他带了一下。这波其实青蛙这个闪交的很及时，但凡被吸到，感觉要打残啊。蜘蛛魔来了，大招直接锁定，锁掉了一个辅助，但瑞尔一个上马的一个加速效果，提前拉大招，感觉柚子有点危险，直接被蜘蛛魔拿下了个人头。哎，这个共生邪鱼已经升级了，上路想打一波大招过来，格温也在旁边，这个能扛得住吗？直接先把能量给挣脱，但格温的伤害好像应该秒不掉了，打一整套大招再爆一下，再吸口血，一技能反手拉个永不复形，再吸个魂血，再回口血粘住了，再打个 Q 技能。这波小 C 的战斗能力是拉满的，这个先锋好像看上去应该是不接了，要让了。对，因为顺飞在下。嗯，这个位置 R 闪过来，青蛙的连招非常漂亮，在勾到了，在旁边女强给大招帮忙反攻，好像 AQ 打死了。哦，这波鬼使东来的这个位置有点帅啊。下波龙团其实就是右边好打了，这波不会要打吧？卡萨丁这波卡萨丁是有踢的，这波要打的话要赶紧过来把这个视野给占一下啊。泰坦在旁边先挤这个边草的视野，挤完之后再来，这个位置已经到了三点血了。格温要不要过来抢呢？格温龙到了一千多滴血，被黄子给扯下来，想去打。瑞尔开到，瑞尔开的还不错，不过后面，但是枪有枪吸满了，他自己死了。哎，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 C 皇，C 皇开启了一个大招，在后面把 JADC 顶到了后排，而且这里我、后面格温在切，格温切的效果还不错，好像 C 皇大招又没了，马上、蜘蛛魔把人切完了。哎，但拉完之后皇子要死，蜘蛛魔还可以再续吗？开个四缕柴流之后四杀，有没有五杀？马上五杀，五杀 Pentakill 蜘蛛魔，这波团战直接收获五个人头。这个E技能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后续技能了。我看这一波，我看一下，后面来大招扫，扫得很满，剑魔也阵亡了。但是这两个人打不死他，野辅打他不痛，他一个人打两个，然后等空大姐赶过来说发现也不对了，而且这波皇子还来个又来个 EQ 闪，我发现顺飞老师很喜欢 EQ 闪啊，然后最后乌鸦没伤害了，而且还有四缕残留，离团战不败之地只差两个金身了，就是格温一个金身，卡塔一个金身，应该就团战随便打了，是的。EQ 调，但是青蛙的钩子也出来了，最多打个闪，而且还有余震的，这能打掉吗？格温直接往前如，这个位置好像还挺好的，逼一个大招之后往后拉，先拉一下小 C 的大招，再往后拉 ，C 皇大招又没了，马上就没了，大招一结束，那就是右边反攻的号角。这波 C 皇大招结束完之后，右边赶紧走，左边赶紧走，勾到了，反手大招起，单使到一个泰坦，洗的并不是很好，提前顺飞往前 EQ 一下，但是这个位置只能往后溜，双方是互交了一点点召唤师技能，交了一点大招，慢推，德莱联盟现在也知道自己打龙可能确实打得快，但是有点伤，所以算了。哎，控一下一个条，这个是没有闪现的，青蛙可能要死，但顺飞自己也很脆。顺飞完成一波互换。哎，柚子怎么踩进去了？哎、柚子这个位置有点危险，柚子没有闪现的，柚子要送掉了啊！他怎么踩？那这样格温大招又好了 ，R 闪过来直接做掉一个，再来个 R 技能。这波张嘉文开始了自己的操作。哇，这波主要是后续柚子踩进去，感觉没有任何人能跟啊，也没有任何必要去踩进去啊。拿下可以直接回，这个大龙拿完之后我感觉目前的胜率应该是哎再加上这波单杀九一开吧，德莱联盟也非常的稳健啊，自己拿龙就是稳赢版，哦，给了个小画面，再来一脚、我单杀 单杀了，很简单啊，终于有一波单杀、来在这位置，皇子直接被大招给打起来了，想去秒皇子，但一雷的 Q 空了，但格温这里非常勇，像个战神、还有一个格温，还有一个 R 三，打完之后还有一个 Q 四，怎么说要不要捡？小 C 开启大招想去长行一碗狂澜，但是上路在一颗在拆塔，
在这个位置，小心开完金身之后，正面想去打，结果是个机会吗？你说大招起的还可以，在所有人拉开完之后，格温还有个金身再继续往前顶。乌鸦虽然还有大招，但好像顶不住伤害了。乌鸦还能再吸吗？乌鸦叫整天还在尽力，小 C 非常的尽力，但小 C 最后还倒下了。而这边格温在跑，哎，加要没了，加要没了，但是加要没了，加真的要没了。十八级的卡萨丁还在拆，要直接带领兵线把两个门塔全部拆掉了。他还要踩一脚 ，R 过来一技能躲个 Q， 再踩一脚，张嘉文的 Show Time， 在这个位置虽然复活之后再踩脚踩死了，正面只要 A 煮水晶就要结束了，只要 A 煮水晶就可以了。我们恭喜德莱联盟让二追三赢下这场比赛，让二追三，这把我的 MP 要给到蜘蛛魔了，我也给到蜘蛛魔，五杀，GG，兄弟们。都尽力了，都尽力了。到这吧，我们这一个只能走到这了。只能说尽力了，兄弟们。不错了，C皇这个成绩真的不错了。只能说很可惜。行吧，行吧，也一路走到这，也是为了游戏的胜利的。既然我们都输了，那只能说大家都尽力了，各自尽力就行了。这队伍能走到这可以了。确实，都辛苦了，辛苦了。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各位。那我宣布，这个只混不 C 啊，只 C 不混，这个队伍结束解散了， okay, 好吧？行吧，人生有梦，各自精彩哦。是的，是的，人生有梦，各自精彩。就到这吧，好吧？嗯，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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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有缘再见。嗯，这把赢了，你后面的话也很难赢。我们队伍的上限就在这了，就是已经很难搞了。而且今天的话，我真的一句话我都不说，我没别的，我就当做每一把我都究极认真在打的。